谢师傅，哎，没事。站住！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每年到你父母忌日的时候，你都会回来，所以你怎么躲？ 都躲不掉。我真的不懂，我怎么到哪儿都跑出你的魔爪。我先跟你说啊，我父母忌日一过，我立马就走。想走到哪儿去啊？你是董事长唯一的外孙，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？你到底想在外面混到什么时候啊？你都已经20几岁了，阳光集团早晚要交回到你的手上，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 汉哥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由两个字怎么写啊？算了算了，你这种一心只想着工作的人，肯定不会懂。生命诚可贵，阳光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凡事皆可抛。好，好一个凡事皆可抛，啊！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明天开始。 我就让小沈把你的信用卡全都停了，等你什么时候愿意回阳光了，什么时候恢复？哎，别！你做人不要这么绝，可以吗？哎，这不是我绝啊，这是董事长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你3天的时间休整休整，准备回阳光，否则可能就不是停信用卡这么简单了。嗯，想清楚了。 行行行，不就是回去上班吗？去就去，嗯。你说去就去，堂堂阳光集团大总裁，这也太好骗了吧！ 我的钱包呢？我的信用卡在钱包里面。这大魔头，以为这样我就认输了是吧？